他的那个价码你有满意吗？很满意啊！现在我如果接广告都超过八位数二姐的事情嘛，那我是觉得说这个这么多年的交情都可以帮我们隐瞒的这么深啊！所以你也不知道哦？但不知道，我们是后来才被通知，所以才看新闻才知道。所以我们中间有联络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个，所以我们就觉得，哎，这个。替他过去这几年觉得很心疼，但是就他一个人这样撑，也不让我们、嗯、也不让我们知道一下。那你有去关心他吗？有打就有啊，我私下到时就赶快打讯息给他，问他怎么样。他说姑娘我现在好得很。他的那个价码你有满意吗？很满意啊！现在我如果接广告都超过八位数字。什么？那当然了，一位数是破百万，不够了，要八位数才提得动。哎，八位数的话，现在对我来说的话，我要的肯定倒不是在钱上面，我要的是年度的代言，对不对？算年度的。哎，年度。哦，那真的八位数 OK 啦。不过我们已经跟那个老板，我们是拍第二支了，算已经变成好朋友了。二姐的事情嘛，那我是觉得说。这个这么多年的交情都可以帮我们隐瞒的这么深啊，所以你也不知道哦？但不知道，我们是后来才被通知，所以才看新闻才知道，所以我们中间有联络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个，所以我们就觉得，哎，这个替他过去这几年觉得很心疼，但是就他一个人这样撑，也不跟我们、嗯、也不让我们知道一下。那你有去关心他吗？有打就有啊，我快要到时就赶快打讯息给他，问他怎么样。他说：“姑娘，我现在好得很。”哦，所以他应该痊愈了啦，现在。就这时候就变成这样一惊一乍，啊，一忧一喜，哎，嗯，就是哦，这个乐终于度过，替他很高兴。嗯嗯。然后我很赞成他，这个一定要继续出来唱，不要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唱得很棒，国庆的时候。这观众，而且他比以前还漂亮。对，他状态都一样，没有变。哎，对啊，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有什么，对，身边这不错，这真的不错，对。我是非常赞成他出来，嗯，来抚慰观众，他的粉丝对他的喜好跟那个渴望、想念嘛，对不对？这么有价值的一个人，不怎么可以青年呢？替他高兴，他反正不管过去多苦嘛，但是他现在已经一扫阴霾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啊，对啊，那真的太好。